你好，欢迎收看恒嘉论股，我是黄宝馨。斯巴动力 Spa Dynamic 获颁价值 14.710 级的合约，负责在阿布扎比兴建产业高达20兆瓦的数据中心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美化环境。达证券正面看待这项新合约，可推高今年获颁合约总值至109亿令吉，而且有望超越管理层设下的150亿令吉的目标。加上这项新合约，该公司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业务的订单大幅增加 32%。此外，油气业务订单占未完成订单的比重已经降低至 4%， 相信能让盈利表现在面对油价波动时更具韧力。现有的总订单高达185亿令吉，行家提高今明后财政年财政预测 7% 到 8%， 并将目标价上修至2令吉实现，维持买入评级。